拥有上千平空间的台北林良山庄，为了更深回应大使命的呼召，即将于九月初扩大整建，改建前夕8月20到21号举行8场的山庄巡礼。台北林良堂主任牧师周训正表示，盼望此次的改建能够更切合神国度的需要。各位基督教今日报的读者，大家平安，我是台北林良堂周训正牧师。我们正在经历一波圣灵奇妙的工作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一个工作不只是为了台北林良堂，是要让台湾的众教会能够集结起来，在关键的时刻，在祷告当中来做出正确的回应。林良山庄的改建，也是要让林良山庄能够更多的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，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堵住破口，带着台湾进入到命运。感谢您的订阅和鼓励，我们才能持续做出优质的影片内容。若您有感动，欢迎点击下方奉献连结，您的支持将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愿神祝福你，阿门。